我过两天就换上。真好看啊，我靠，啥是荧光笔啊？嗯，你靠，白买了，我靠，全是荧光笔啊。肚子的肚啊，看你咋不告诉我，我哪告诉你，没这下来了。喂他呀，啊，玉子的喜事啊，这就是我那边的，这两个笔芯是一毛一样的吗？就是我上班的那个地方，没事，这里有些鞋子，这羊的颈椎这么高，哦，就是他意思是类似像那些鞋子，对，长得也像，嗯，啥毛的鞋子，这么贵，大王吧，咱去试吧啊。还是下的吧，神经病了，没有没有，好像不要说你那这边没遮的羊，应该这个涂完了都应该都没那么狗，没事，你涂够一点就是，你涂够一点就是，你涂够一点，但是你在水里看到的那种非常多羊肉包是蛮多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类似于做那种大排大排档的形式嘛。好，我现在上来。美团外卖转单求助，请及时查看。嗯。美团外卖转单求助，请及时查看。对呀、啊。我到四楼了。